头上就有枪子哦。对啊，所以同性枪子。按按阿吉，按按按按按按。好了，我们地震好了。那我玩个 Undertale 可以哭的那样的。因为他玩的是可怕的路线，恐怖路线的对。那时候把这边一楼东西全部搬下去了，地下室。哦，这边看起来很舒服哦。下面那一条电线有要补吗？还是本来就这样子？完了，怎么丢木头给我？丢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塞进去。下面那条电线要补。下面那条电线要补。你说这个吗？哦、这个我还在，我到时候还在瞧。哎呀，哦。伺服器备份开始。电线这里要一排，上面要一排。可是电线不好弄啊，这个电线。那个灯需要很多，那个需要荧光粉。它要耗电吗？不耗电，装饰用的、哦。对。哦。而它真的很好用。荧光粉。光粉这样子，噔噔，荧光粉这里还有吧？诶，那我 A 来的荧光粉怎么那么少？啊，有啦有啦有啦 ，A 了不少。没事没事，没有没事。这样子，好。然后再来一组红石棒棒。烈焰人精华。买管先生现在的工程学基本诉求。是这样没错了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工，明明就是机房了，机房没有一定要补吧。你没人会进去偷看你的机房吧？对啊，有啦，我会去看的。自己讲完觉得，好像我自己会去看。可以的。哇，十点多了。十点多了。好快啊！真的。用模组就是很快啊。
然后也很累啊，已经过了，超脑啊！昨天想说东西搬过来而已，搬一搬，就从搬到两点半了。嗯哼，这个影片没有剪。再来是玻璃一片。好。欸，这轻盈超没屁用欸，我把菇的鞋子换回来。为什么羊肉精华看起来是羊肉但变成羊毛啊？它就主要是和羊毛的啊。它能和羊肉。羊肉精华看起来不像羊肉，难不成就是猪肉吗？大概像牛肉吧。打开它。哦。打开它。没有，我在我家。岳大大，您怎么在我家？没有。哇，这是谁？我说没有，我只是到处逛而已啊，因为我那边已经整了整一部分了。有，我看到你整一大块了。嗯，之后要在那边。我的修罗场也好了。露天修罗场。这我不很有用，一组不够、哦，这可以拆的。怎么现在人还在用火把？杰克吗？在那飞的？你干嘛不讲话啊？又在那乱飞？我刚才回来哦。然后我的身份砖爆仓了，该整理了。哦，帮你搞好一下。哎，不对耶，哎，这是东方还是西方啊？哦，东方哦，这样子可以看太阳哎，看夕阳哎，不是看夕阳，看那个日出吧？日出哦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你家好卡哦。谁家？杰克家还很卡吗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没有什么东西在用运作？很多。哇靠！你这是什么鬼？杰克做了什么？就生怪，超多生怪砖。你赶快把剑士那些扔一扔嘛！我要过滤器啊。看里面这些新的东西，你竟然拿纸箱封门哦！对啊，我刚拿纸箱封门。粉色史莱姆球你有了哦？有啊，有那个，就是要用左边那台机器取出来。哦，能这样得到、哦？就是、他搅到那怪物的时候，就找到生物的时候就会有。脚吗？就是把它杀掉。什么？我可以看里面吗？据说 NC 的太阳是从北方升起。月球跑进去啊，反正就是用那台机器杀掉怪物就会有了。这里是哪里？哎，问一下凋零会可以干嘛？东方啊，东方啊。我不想讲了。哎，你的纸箱少一个。凋零会是用泥土的那个吗？啊，等一下啦，你的纸箱一个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没关系啦。啊，我怎么进去啊？从旁边直接挖进去就好了。那边旁边挖进去，这边吗？对吧，这边。不是不是，那是我躲的地方。这边啊，他现在爆仓啦。哦，这会搅人哦。两台都会搅人，一个是搅出怪物精华的。啊，怪物精华就可以拿去给那个自动生怪砖，另一个。你该不会里面有 EOE 吧？我可以放出 EOE 啊，有需要吗？不用啊。好恶心。有四个。凋零灰没干嘛，可以扔掉了。
哦，他一个人扔掉，我想说不知道他有什么作用，想说会不会就是你说什么用一个凋零地，然后他会一直升官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是邪恶点滴。哦，想说他也不能干嘛？不要乱来哦，邪恶点滴你放下去会死人哦。啊，凋零之粉，凋零陷阱，凋零膏，凋零会龟苓膏，真的有龟苓膏，有个凋零、啊。380,300,OK、欸、等一下，粉色史莱姆同放置在世界上的粉色史莱姆液体中生成、欸啊、所以那个就不好生啊，我只要把液体放出来它还是有继续生吗？那就不好生成啊。哦，原来以前麦块的太阳是从北方升起的。呼，小知识，小知识。啊、我试个一个东西啊，我试那个暗夜粉，说加速生成吗？就是直接让它升官。可是我的暗夜粉丢到哪了？看一下，这里。好，我试试看啊。磨成汁。哇，那呀哦。哇，好帅哦。哎、hey, ，你看到我？你鼻子那么大、哦，真的是蛮像的啦。烧倒？没有哎、欸，还是丢液体上。它是真的是黑到完全看不到哎、欸。对。然后哈基又说像他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。记者。你说这么黑的哈基吗？没事，之后吧，反正都有液体，就可以做一些东西。我是想要先把这个怪物精华先弄多一点，然后再取那个肉浆跟粉色神。你现在还在吗？还是在里面？在里面啊，你想毒我是不是？哦，你看这个肉汤，你踩在上面会有保持效果。霸坑，怎么会有这个？会有保持，就一样啊，一样。那台机器它会生成出两个，一个就是肉汤，另一个就是粉色精华液。啊，精华液的也是吧？精华液是拿来召唤怪物用的。哦，精华液是另一台，变我看到就是屠宰机。有了。我是直接挖个东方的，是啊，我们这就是伺服器哈，先生。先生，先生 ，Excuse me， Excuse me， Server OK， Server OK， 然后像有需要暴雪棒也可以拿，我再造就有了。放灵魂杀会比较快吗？什么比较快？说神怪吗？应该吧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神怪砖它就是转转转，然后转到最后才会有效果、啊。我忘记我那时候要暴雪棒干嘛了。暴雪棒可以拿来做那个迅速强化，再往再强化上去。哦，你是说那个电池哦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们主要是拿来升电池的。哎、哦、啊，因为那只。桶量哦，他说的意思是你这个桶子，倒多一点，他应该是算源头，算一个生成的那个啦，方块源头一个，对，哦，我最近现在量很少，现在4桶而已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，用电炉可以吗？电上小。哇！电子区，本色史莱姆放到灵魂沙上，有、哦、这个是可靠的消息哦，这个是可信度蛮高的留言，因为他用了超级留言，哦，他用了超级留言，一定是敢保证，然后等下用上错误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试试看，超级留言哎，对吧、啊？都花钱了。好
等我一下，换个电池。我收到电池，我应该关台后再研究怎么用电吧。灵魂沙哦，而且不用一次抖十港币吧？港币太恐怖了啦！不是十港币，不是港币太恐怖，是十港币太恐怖了啦。可以抖个一港就好啦。然后放在上面。一港币能讲话吗？不行吗？我是调十港币吗？啊！超级留言，你是超级留言吗？对啊。超级留言要超过台币30块才能讲话啊。哦。港币多少？乘以4哦。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40。嗯。哎呦，你这好像什么？什么图案呢？他俩哭着说：“我也想花少一点。是这样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再撒那个吗？所以一只用十二块龙。哦，他说先在一个地方放着，给他自己生出来之后，你再去抓他，这个意思吧？哦，好，我催生看看。哦，最少五个，排谁？啊，你早点打哦。”都花钱只讲前面，你后面还没讲完，你这真的很帅、欸。阿基不是你啊，这个你这很帅，你来看，你来杰克家看啊。等一下再过去，我还在弄东西，不然去阿基家用吧，最少五。身上多一堆垃圾。去收电，好，去收电。羊放下去会变色吗？羊哦，你抓五个什么？史莱姆？对啊，应该是五个史莱姆翼吧。那等之后吧。哎、欸，你再放出来，我放羊下去。嗯，放了。哦、太好看了吧！感谢你又拍，先看到几点？看到它怎么有效果？发光。效果。看到你问的。没有啊，这个液体的效果就是发光啊。他问啊，他问了就关台啦。嗯，上面写到十点呐、啊，你们这么想要我关的话，我可以提早关呐、啊。没了，你开到几点？哦，现在。有时候是我们忘记时间，你一提醒刚我，啊，刚好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们就关了这样子。对啊，通常我们都会忘记时间啊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下去。玩模组的话，通常很容易忘记时间。啊，然后你说开到几点？哦，我看一下时间，哦，关台了。最少五哦，他是说最少五是最少五港币啦，还是史莱姆只需要一个桶子，那就是放着给他生吧。还是你想试试看邪恶点滴？不要，真的很好玩放吗？真的很好玩。在杰克家放吗？我放，我来。不用。因为你相信我，真的很好玩。可是他不是会蔓延吗？不会蔓延啊。你现在就这边都石头，它不会去蔓延呢、啊。哦、啊，那你试试看，会。你要放土啊。那这样史莱姆会起作用吗？就它会在那边生成狂生怪啊。所以你也可以，其实，在你的生怪笼里面放这个啊。可是我是怕我放了我就进不去了。哎、欸，对。哎、欸，升了！哇、哦，快抓！怎么那么强啊？还没开始哎、欸，喂 ，Hello。等一下，我要等我一下，我带。等一下，我宝贝球嘞，我宝贝球嘞。哎、欸，好。拿宝贝球，宝贝球我有。结果，我抓到了。哦，大师球的颜色哎、欸。哇。好了，这个是我的咯。你的大师球要放哪里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的液体捞起来了。捞一桶而已啊。不是啊，它是生出来马上不见，还是你把它捞回去了？我没捞。所以它会不见、啊。它自己不见哎、欸。那再放一桶看看。所以你说你没捞啊？啊，好了，哎、欸，你的球跟你交换，快点。它会不会是生出来之后？原本的液体就会不见了、啊。
我就在想这件事啊，有可能。哎、欸，难怪我那时候空岛上面的议题就是突然少一格，就是它是变成史莱姆了。对，赶快升，赶快升。杰克家真的是特别卡，我觉得还再加上下雨吧。嗯嗯，杰克九速容易失控，在失控。你在失控？哎、欸，长啊长啊长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已经失控了。又出来了，对，真的不见了、欸，不见了，议题不见了。要不要你抓？你要不要抓？我抓他干嘛？我看你要不要留一只啊？我家家没有这个啊。就看你有没有兴趣。我打你家拿就好了、啊。哦，好，那把它扁掉喽。二十滴耶，粉色三无球。耶、yeah, ，那我可以做盘了。先我来量产一下好了，等我。不是，是一体转换了。哎、欸，所以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你要不要在你家下面放那个啊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就是那个啊。嗯，对不起，词穷。哦，邪恶点滴。不要不要不要！真的吗？只是你的物资会很爆而已啦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觉得现在就已经够爆了。很好夸张，里面的宝贝球不是拿出来、欸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只的粉色史莱姆哎、欸，不晓得，史莱姆不是随机生大小吗？啊，只是说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大只，对啊，就是说随机生大小哇，失控杰克，爆音教主，萌系学长，帅气鸡鸡，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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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什么东西啊？欸、可以可以，这个我觉得可以，啊，让量产吧。为什么是爆音？他说的我不知道，我偶尔爆音而已，又不是时常。有史莱姆粉色史莱姆球喽！耶、yeah ！他能做什么、啊？来看看。很多我需要的东西。他可以做粘性活塞。把它做成史莱姆蛋糕。还有史莱姆罐子。对啊，我就是想做这些东西。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。我记得有一个配方，装备的配方是需要这个。我流体塞分机也有、欸、也要用到它。它有随身神武发电机什么？粉红发电机，史莱姆发电机。把它拿去烧，变成有机绿色燃料。这听课的吧，听课不是也可以用到他的东西吗？对啊，可是为什么上面配方没有听课？他没说到而已吧，他可能是要变成液体的时候。来来来，粉色史莱姆的效果是黏滑，他不是跟普通的史莱姆一样吗？没有，主要是之前想要他的原因是因为他。手柄强化耐久是 2.5， 然后顶端的耐久是 2000。哦，可是现在已经没差啦。对，主要是这个啦。现在不回啦。那再来装备也是年华，然后耐久都是最高啦。之前啦，可是现在真的都不回了。嗯嗯。应该是耐久最高的东西了吧？对啊，不好得。欸、还没有没有需要啊？要什么？海绵。要啊。有点多了。要啊。可以拿一只回去。小。还有什么可以拿？我看一下。你来偷东西啦。谁家？对。杰克。音效团，帅气记，蒙月月，繁星坏啊。哈，还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哈，音效团，音效团，好像什么？音效团、欸。其实我不知道怎么，我打到一个什么卡片呢、欸？你再大一点，我看到啊。
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就对着他按 R。哦，好。对，就是这个脸。很可爱的合成方。这个在我很早以前就拍出来了，有拍照。那它可以干嘛？有什么实质作用吗？嗯。不懂。脱光了，呵呵。等等，我去忙一下。波波，能吃的史莱姆应该我只有在大把泰亚瑞亚玩过啊。吃史莱姆，吃不下去啊、哦！吃下去了。哦，原之刚定，小雨哦。不要逼我现在开始研究哦，因为所以现在你开始研究比较快，觉得你赶快研究了啦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可是我想玩殖民地，分开嘛，研究一下嘛，就一下嘛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将就一下嘛，等一下就好了，剩下就过去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可以搭。我现在是可以搭配写魔法来让他有无限的麻辣。以前我有做过写魔法加植物魔法，忍一下就过了，忍一下就过了。对啊，咬紧牙咬紧，一下就过了，一下就过了，不会太久的。然后小鱼就说：“哦、你都研究完了，那我还玩什么？”我觉得他不会这样说，他不会这样说。太好了，我不用做了，耶！耶！我觉得会这样子，直接从哎、欸，你这里有什么东西来解救我？耶、yeah! ，有了，耶、yeah! ！全部都来这边拿。哦，所以主要是屠宰机在杀你们的怪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好了，下一次开台，我先用植物魔法嘛。那么植物魔法用一用，应该一两次开台就可以全部研究完了吧？蒙兽节，蒙兽吗？杰克就是公傻。公傻，我是公，他一定会这样。哎呦，我的玻璃又不够。好，我们会。屠宰场是打橙子用的，屠宰机是打怪物掉落品用的。那所以，哦，自动跳跃器还在啊，在这里啊，哎呦呦呦。那所以让他直接死在里面是哪个东西啊？这里自动跳跃器。看你要打橙子还是要打成果汁？果汁，欸，那其实我这样也可以做成那个，如果你说腐肉可以的话，那我也可以用成怪物生怪物的方法来弄那个，欸，蛋白质发电吗？对啊，可以啊。骨头可以发电吗？猪眼可以发电吗？我看一下哈，晚上再研究好了。谁扔中介珍珠给我？好，之后还要把这边改为猪肉、牛肉、鸡肉、兔肉、羊肉、腐肉，然后鸡蛋。哎，鸡蛋，鸡蛋，两个同时。哎，鸡蛋。然后蜘蛛眼、鱼，然后后面都鱼类的，还有那个幽灵骷髅头啊、僵尸头、玩家头、苦力怕头。哦。那可以耶，
然后其他都鱼类。对啊。好。我来思考看看，请这个要关台后用，不然用一下去要就两三个小时了。嗯哼，呵呵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鸡蛋没问题，只是我们突然想到鸡蛋好像他们的屁屁不饱了，我们昨天才在聊。屁屁不饱了，我们昨天才在聊怎么这个鸡是下了六十几颗蛋之类的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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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屁机关枪，然后白色的蛋都变成红色，知道吗？等下满月油饭的蛋就是这么来的。油蛋，好恶哦！